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二字梦境缓缓观》第二十面，第二十面对第四行看起啊，第四行六观内面的第二，你家中心。应景妙有观，即使不地无力，虽殊行差，为这门中列上贵体，今出门中以体起用，故修万行庄严报土。到这是一段，佛法是对于宇宙的缘起，共起。予咱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然后才知影，那是人法界。十法界以正庄严，以报会使放伫一边，莫去论伊。中师在进步，为什么呢？进步是人生。人变，依波呢是所生所变，在诸性内面，灵所相变啊，大乘教内面所讲的。两边不离吧。这个时阵，才是真正回归自性。这一个动念，就灵所，就两边。灵动这是因，灵现那就是果啊。这个灵现就是已经庄严啊，宇宙出现了，这五步是讲家己。就是我出现了，这个所在注意啊，跟别人有相干吗？不相干呐，所以一定爱知影，这个所在啊是上界啊，容易啊混淆的。咱甲佛经内面讲的正报看作什么呢？所谓有情众生，伊毋是这个意思。正不就是家己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其他的这些人
这众生呢，是咱的依报啊，乃至有供诸佛如来、菩萨、罗汉，也是咱的依报啊。诸天鬼神、地界众生，也是咱的依报，也咱的依报内面有友情的。众生有无情的众生，无情的众生，现在这个科学内面，甲伊也分作有情是动物，无情的就是啊植物、矿物，就连现象。现在科学分甲真多，佛法分就是分两项。啊，伊拢是咱的环境啊！啊，既然拢是咱的环境，你就要知影，绝对是啊，对咱的这个分别执着啊，产生变化。啊，所以咱起心动念，这都是分别执着。外面境界是随着咱的心念伫咧转啊。有人是啊，有讲。我心内定下想这件代志，想未成，也来无转叮当呢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无转叮当？你啊，迄个念头的能量无够，你啊，袂用讲家转动，伊就爱提升家己的能量，能量有足，外面境界就互你会转咯。这是真的，毋是假啊！啊，咱世间人常讲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不如意的代志十分之八九。过去人呢，称心如意太少了，不如意啊太多了。啊，既然一切法啊是拢随着咱的心转，为什么咱转袂过来呢？咱无转过来，可是叫做世界转过来咯。哇，从世界转过来咯。诸佛菩萨的布土有真多拢转过来咯，无转过来嘛有真多啊。咱伫化妆啊，世界品内面都看过，伫世界成就品内面也看过。所以咱知影即个道理啊，咱的能量不足啊，那要安怎呢？其实能量大家拢是平等的，咱的能量得三道的能量，五鬼道的能量，地狱道的能量。甲诸佛如来的能量有甚物差别？毫无差别啊！诸佛如来的能量啊，无障碍啊，完满的发挥出来啊！所以啊，真正是随心所欲啊！啊，其实你知影，我伊无约啊，啊约就是障碍啊，伊无约，伊是安怎随顺自然？自然，什么咧？就是自性啊，所以充分发挥啊，向下有法界。咱也会使甲公式化解，究竟圆满的故意，咱卖讲，讲有障碍，是化解有障碍啊，
什么物件较障碍呢？修法界内面呢，佛法界，佛法界啊，梦想个障碍着，伊梦想无断啊，梦想就是无明啊，就是一念不觉啊，而且无断啊。啊，菩萨呢？啊，菩萨甲佛是共款的障碍，比佛严重，也佛比菩萨轻，这是讲十法界，咱卖讲伊真法界。啊，声闻缘觉呢？伊除了无始无明以外，伊也有分别的障碍。阿罗汉虽然执着放下了，执着的习气呀，是伊的障碍。凡夫都免讲了。凡夫妄想分别执着，拢总拢有固执，所以咱有诸佛如来上等的能量，咱也有障碍。虽然甲诸佛菩萨来比，咱也无减一分啊，伊也无比咱低一分，伊无障碍，完全起用。咱有障碍，伊个作用无完满。佛经顶面讲个啊，逐句拢是真话啊，无一句是妄言啊。妄言哪会当啊？传几千年呢？然后这道理呢？啊，咱知影，现在这个世间是乱世啊，这还清楚啊？为什么乱了呢？心乱了，哎，恁注意想看嘛，你心是不是乱呢？妄念太多了，欲望太多，分别太多。执着太多啊，所以你对根源去个看，对什么呢？人生能变，灵现卖去个差别，灵现迄是心，迄太悬咯，迄是伊真法界代志啊，咱讲十法界，讲六道，讲咱现前的境界。咱的心无清净，化解灾难，佛门用宗教仪式，你有灾难来的时阵，你看真多，生暗堂，做。五谷实在发挥啊！啊，超度亡灵的发挥有效无？有效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是一念善心啊，这就明白咯。善心所讲的啊，都是善报啊。冈本博士实验就是真好的证明啊，所以积福的发挥有路用啊。为什真正有无？真正有啊！咱若超度时阵关心伊啊，爱护伊啊，
咱若用佛菩萨的警告劝导伊，因为众生拢是凡夫，拢有严重的执着，毋管伊伫倒一倒，拢是贪生怕死啊。伊死的时阵，拢是互人害死的。伫个必须贴身刀，人要甲食，要甲掠，要杀伊啊！所以古代的，甲人讲，战争是安怎起来？是冤冤相报起来啊！啊，人拢讨厌战争。希望这个世间永远无战争。古代的甲人讲的，做会到未？会啊！只要众生卖食肉，世间就永远袂讲有战争。古人这首偈做得真好啊！欲知世上多兵劫。但听多闻夜半声，这是古早时代。夜半声是什么？是台猪啊！你台伊，伊台你啊！伊的嘴，伫铁线都烧满，过来人间来咯。所以讲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伊过来人道来投胎得人心啊，你做真侪恶业，你就变做众生咯。这一生你个食，来生伊食你，用业就造成战争啊，说明伊个原因啦。啊，咱若想讲话，永远无战争呢？只有一个方法啦，卖食众生的肉，爱护动物，敬鬼神，鬼神有啊。孔子教导咱呢，对鬼神的态度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爱捌这道理啊。你若毋捌即个道理，菩萨鬼神、八戒鬼神，啊好咯，啊鬼神就会甲你讲滚笑啊，伊捉弄你啊，啊你就艰苦咯。伊嘛是众生，伊嘛真爱甲人讲滚笑啊。你正直，心地清净，烦恼修仙呢？鬼神背后你，为什么？伊会做到，伊做未到，伊也尊重你啊，扶持你啊，你甲伊共款的啊，做未到，你也会信，你也明白，啊，你做未到啊，啊，伊讲你。跟我差不多啊，对你的恭敬心就衰退了。如果你的邪思邪行太过分，伊就跟你讲滚笑了，甚至讲伊来跟你变人。我一定是啊，恶心。恶心是甚物呢？你过去甲伊有冤仇，伊来报复你。伊乞丐无冤仇，伊来会敬你啊！有当时也是善心，哦，你一寡苦修，你感悟了，你回头了，
所以咱就讲是无缘无故受真多苦难，你只要用清净心去接受，会开智慧啊，会了解这个债务对我是有害，也是讲有利的。书拢是宽容的，讲袂着善恶啊。为什么变作有善有恶呢？你个人感受无同款。利用烦恼去感，拢是恶的。利用智慧去感，拢是善的。我捌有一摆，真少啊！在我记忆当中，我和这个贼啦、奸溜啊、贱家啊，都、就是一摆呢。在旧金山金门大桥，迄个时阵我去美国无偌久啊。哦，一群少年人围我的边啊，我看遐个拢袂歹啊，无想讲这群是奸溜啊，引导我注意力去看边啊，后面有人咧动手啦，因为我迄个小背包我派伫身躯，就是派伫家遮呀，有一个人甲这拖链拖开咯。我有一点仔警觉啊！咱真有人咧摕我的钱包啊！我头去甲看咧，一群囡仔拢走去无看到咯。佮甲皮包拍开一看，皮包已经开去了，真正内面的钱包拢互摕走去了。我是甚物心态呢？我毋若无过伊啊，我还真感谢伊，因为我常常伫外面旅行，毋捌拄着即款诶情形，伊互我一个警觉啊。所以我倒来了后，甲又设计一个钱包、腰包，别个腰诶啊，我做真侪个啊。咱就做100外个，送互一寡好朋友啊，这百大腰啊，伊就摕袂着咯。这就是甲咱讲，应该着啊安怎来封闭这个代志，咱损失无多啊。若是我毋知影，以后损失就搁较多咯。特别是旅行的证件、机票拢伫内面。因为无放咧包包内底，分开来，甲钱包摕去咯。即个伊无摕去，所以即代志对我来讲是好事，毋是歹事啊。伊互我伫旅行诶当中啊，提高警觉心啊。任何代志咧？看你安怎处置，你若是通处置，迄就是佛法讲的，你是好人啊，时时是好事啊，人人是好人啊，事事是好事啊，你就生活伫个快乐的境界内面啊。佛菩萨讲的啊，法喜充满啊。过一个想咧，这个，这句
无一项啊，毋是方法而生啊。无一项毋是修学诶境界啊！伫华严境界内面看，形象、意思拢不可得啦。宁静观察宇宙，宇宙是一体。诸他不离呀、啊，向上讲，能甲诸佛如来不离。大乘教人讲啊，真好。释迦牟尼佛，自性释迦，自性弥陀，自性毗卢遮那。自性观音，自性地藏，咁我是袂当分的啊！佮我倒转对下面来看呢，人家伊切众生何尝毋是自性所现的呢？这个一切对你现意，相向的，是自性现的；恶意对待的，也是自性现的。离开自性，无一法啦可得啦。你讲，你这个心啊，大欢喜啊！有冤家无？无啊！有对头无也找无啊，拢总拢无啊，回归自性啊。这个时阵，确实，那是你的种爱拜读，自性内底圆满的智慧，得能上好，拢总现前啊。那诸佛如来是不土啊，原来都是家己的是不土。所有一切相，诸行现的心现呢？这个对梦来，这叫做妙有观呐、啊。诸行现的呀、啊，妙啊！虽然现的相，一相分拢无自性，无性即性，就是。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所现思想不碍啊，性体啊，即得用即个理。思想理啊是性，性相一如啊，性相不离啊，理事无碍啊。啊，你这是真正看到事实真相啊！看到事实真相的人，在佛法内面称伊是菩萨。就在当下，就伫面前，别咯。看不出来啊！
啊，伫家乡内面去严重诶分别执着，这人叫做凡夫啊。凡夫甲佛菩萨差别伫即地啊，除这以外，什么差别都拢无啊。你那是真明白、真透彻咯。有这个分别无？有这个念头无？无咯。什么时阵会起这个分别啦？起这个念头呢？教化众生的时阵啊，众生迷惑啊。伊来甲你请教，你一项一项的甲伊讲，即内底就有分别咯，有烟酸，有暗示，就有遮个啊。遮个是啥物呢？遮个啊，伫佛菩萨身分上讲。叫做先卡红边，智慧起作用，帮助众生，引导众生，明了事实真相，我发了微轻微。诸法实相，无人问的时阵，就已经发解啊。有人甲你请教的时阵，回教是发解了，等来办事啊，实际上也是自在已经发解。为什么？真甲实法界不离啊，左东下都是啊，看你是什么境界。你是佛，东下是佛的境界。你啊是菩萨，东下都是菩萨的境界，真正无共款啊。你若执着讲一定有一个什么境界错了，无啊？为什么呢？千变万化，这个千甲万是数目字，是形容词，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的变化。速度太紧了，那连想都想未到啊！你哪能去接触到？弥勒菩萨甲咱讲这个数理，究竟啊是方便说，也是真实说，咱拢唔敢断定。你那是问我讲，净空法师啊，你感觉弥勒菩萨讲法是方便说呀，真实说呢？我会跟你讲，我认为讲是方便说。1280分之一秒，方便说了。你会相信未？对于咱这侪年受大乘经教的熏习，咱知影
究竟在讲什么？不可说，不可说啦。这个话是究竟啊。但讲会出来，拢嘛是方便啦。所以佛法到终极，安怎讲呢？唯正弘治，伊家己无证到即个境界，安怎讲？对，你拢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所以佛法重视正啊，这就是科学的精神，毋是我听到一个讲的。听佛菩萨讲的，拢都爱为正，弘治啊。听人讲的啊，听鬼神讲的啊，但用什么态度，嘛是爱啊，为正弘治，这就对了。这个佛法都不是迷信咯，佛法是科学，为什么求证啊？啊，你证着咯，别人无证着啊。啊，你若是要甲遐个无证着人说法咧，你都爱有先较方便啊。伊也袂当证知，无办法用限量。会当用比量啊，用推理的方法来甲伊讲，伊也感觉是有理论的依据，才会当相信。虽然无亲证，伊嘛未怀疑啊。这种的方式，佛菩萨在教法当中常常的使用啊，咱来甲伊学会晓呢。啊！伫咱看到，啊，本博士对水实验的这个成就，咱就会当啊，故意还生。知影什么呢？所有物质现象。拢有。见闻觉知，拢有受想行识。换一句话讲，拢总拢会看、会听、会接受。人心所想的意识，也接受着。毋通看伊无啊！伫厝内面诶，都啊伊啊，物质伫八面军，是毋是咱伫咧徛即个厝啊？下面是土地啊，所有即个建筑物。伊有见闻觉知无？伊会当看袂，会听袂，会了解咱的起心动念袂？拢嘛知影。起心动念，你会当瞒过啥人呢？瞒家己啊！古人所讲的这话非常有道理啊，叫什么？自欺欺人啊！其实啊，你什么都袂当瞒着。人啊，是毋是应该做好人？应该做好人啊！
好人有好报啊，无爱好报嘛，应该做一个好人。为什么呢？性德相应啊，性德是先啊。老祖宗老早就明了了，这话毋是随便讲的啊。肯定，亲像佛菩萨共款的明心见性，才会讲出即款一句话：人性本善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无容易讲出来啊！这是诸佛如来才讲会出来啊！所以善心善行，伊甲自性相应，这性德流露。一切不善呢，违背性德，违背性德。你起心动念，所有境界随着你的念头在转，啊，咱不善的念头就变作现在所谓自然灾害啦。咱有欢喜无？无欢喜啊，无欢喜就袂当讲有不善的念头啊。佛伫即个大乘教内面，甲咱讲，贪心所感来是罪灾啊，无止境的贪婪，罪灾出现咯。心非。所感来就是火灾，地球的温度不断的上升，什么原因？咱冷静想看卖，现在住伫地球上这的人脾气啊，无讲真好啊，真容易受气啊，这感到什么呢？感到地球的温度上升啊。严重的呢，感到地球内面的火山爆发了。有此啊，感来是风灾，风灾对对来，有此感来啊。什么有此呢？真假啊，无分。邪正无分，善恶无分，甚至连利害伊都毋知。有知啊，什么对我有利，什么对我有害，都拢毋知。这就感来洪灾啊！啊，真容易怨人、恨人，心地不平啊，有慢嫉妒，伊也感来是地动。所以佛教人。化解灾难的方法，一句话啊，焚烧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天灾人祸拢化解了。我伫大乘教内面常常教导咱。外口无问题，什么问题拢无啊？
外面境界是对于咱的分别啦、执着、起变化，解决一切问题，对倒位解决呢？对家己的心啊、念头来解决。所谓佛的引导，称为雷电，向内无向外。所谓佛学称为雷学，都立定即地啊！只有对内、对家己的内心，起心动念之处，才会解决问题。伫外面那是绝对无办法解决的，从连解决后面也有后遗症。为什么要对咱家己解决呢？因为外面境界是自性变现的呀。人生两变，就是分别执着。所生所现，就是咱伫生活当中所感受的环境、人事环境、啊物质环境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哎，相信这两句话啊，这是真言，这不是妄语啊。总的地质的指导难解决人生一切问题原理原则，只要你抓到了。你会当理解咯，你会当依教奉行咯。你伫即个一生当中就会记得幸福美满，充满了智慧快乐，你啊不断向上提升啊。一生当中，你所遇到困境、遇到挫折，那什么？那是考试啊！你啊，心地真诚清净，会当放下，你就啊，不断向上提升了。所以这会讲，事事是好事啊，人人是好人啊。特别伫逆境，大幅度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提升。你感觉会怪的人呢？感恩都袂负咯。真正的，我伫学佛这58年当中，亲身的感受啊，有这点啊小成就，的确有老师的教诲，所以我对老师感恩啊。那不是讲老师指导我这个方向呢，这个目标呢，这条路啊。啊！我家己回想啊，我这一生啊，不堪设想了。为什么弄错了？所以老师对我一生关系太大了。
先我食有庙啊，先招我的也是老师啊。伫佛法里面讲，老师先招咱的发心慧命啊，父母先招是生命。有生命无智慧，已经可怜啦。有生命呢，这个生命产生至高无上的价值，是什么？用这个生命成就慧命，这个价值就真大了。父母是真欢喜啊！父母无白生你啊，无白饲你。你的成就都是父母的成就，这是大孝啊，真孝。所以佛门内面有言语讲：一子成佛，九祖成天。向上去交代祖先，向天福啊！咱俗语咧讲，奔福去啊！菩萨的祖先，天地鬼神拢尊敬啊！这是个父母争功啊，为祖先争功，人生无白过啊。世间安怎好，都袂当比啊。咱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在咱现前这个社会，这不是某一个局部，整个地球拢嘛是安尼。为什么这么混乱？众生计较这艰苦，真侪技术人员，咱真感激，真佩服啊！因是认真伫咧找这个原因，想要找出一个拯救的方法。真正会当化解冲突，会当甲世界恢复到较早迄款的安定和平。我拄到未少的人，可是安怎呢？这无方法啦。解不出混乱的因素啊！我有缘拄到这个朋友，参加国际和平会议。我看到这个情形，知影动乱的因素是甚物？中国古人讲的是狗啊，就是《三字经》顶面头前讲的八句话所分咯。
即件代志，咱袂当无佩服老祖宗。因伫5000多年前就明白了，明了人性本善会安怎甲即个本善永远不迟袂变。用什么方法呢？教育啊！所以，伫整个世界，每一个国家族群，伫这方面比袂着中国。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视教育，有教育。整体圆满的概念，有方法，有经验，有真好的成绩表现。5000年来，这个大地，天地久安，爱好和平啊！咱去看历史，每一朝代，帝王掌握政权了后，这类作恶，至少有150年到200年的太平盛世啊！这是全世界找无呀，好不鲜见咯。广大群众，无我靠啊，标准失去咯，模范失去咯，每一个人。拢随顺现在科学的技术啦、物质欲望的诱惑，也就变歹咯。所以老祖宗甲咱讲呢，过不搞先来迁呐，就应了即句话咯。要安怎来挽救即个社会？也是要听老祖宗的话，教之道，贵以专啊。因那里教育有大问题，是咧教什么呢？是杂是乱，毋是专啊。专呢，专一，人心是清净的啊。清净心生智慧呀，智慧会解决一切问题。现在教育是既杂又乱，也生什么呢？生的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起心动念，只知影家己。无想到别人啊，连爸母拢无想到啊，也会当想着啥人呢？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呐！会当救未？会救啊！甲传统教育切断来，就会盈利咯。
我记起，伫中国大陆安徽庐江糖地镇做了3年的实验，成功咯，说明，咱的传统教育伫今仔日也是起真大的作用。佛法的教育，延伸到宗教的教育，拢是圣贤教育。每一个宗教的经典，拢讲到四根本界，佛门内面啊叫做四大界。根本界，咱即个看，所有宗教内面拢有啊，真正是英雄所见，大陆是共款啊。四大界是甚物呢？第一个不杀生，真正宗教是不杀人。第二条不偷盗，第三条不邪淫，第四条不妄语。这四条啊，几乎每一个宗教拢有啊。你无去看伊的经典，无去研究伊啊，毋知影。佛教内面还佫加一个不饮酒，所以佛教是五戒。而且还有一条，几乎无一个宗教无提倡教人呀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啊，这是每一个宗教基本的教条啊。无迄个未重视师道、孝道呀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孝亲尊师是第一大德啊，在外国宗教内底也有啊。啊，这下无讲宗教的创始人，伊也毋捌见面，也无斗阵开会过。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“英雄所见，大陆共款”啊。啊，咱生活伫这个社会，啊，想要帮助这个社会。亲像联合国提出来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！我感觉咱中国人有责任嘛，中国人迄套物件真正好用啊，真正会当啊帮助因解决问题。可是要对对落手。一定爱对家己来做起。家己做袂到，要去要求别人做到。我哋经常常讲啊，无有是处啊，就是无即个道理啊。所以，父母若想要教儿女，父母就要先做教。伊都听话啊，伊都肯学啊。现在咱听伊讲，真侪做父母的有痛苦啊，伊若毋听话，
为什么唔听话？你叫伊做，啊，你家己无做到啊？伊唔相信你。我阿妈拄着真侪做老师的啊，从事的教育工作，甲我讲，现在学生真歹教。我一个听就知影，什么原因？老师要求学生做到，家己无做到。为什么较早学生好教，较早儿女好教，父母老师拢做到？现在啊，社会危机，你详细个看下一代，你看现在青少年。因是咧想什么？在讲什么呢？在做什么呢？你细心去甲观察，20年了后，迄个社会是什么款？现在这个社会堕落啊！20年甲20年差距真大，向下骨落去咯。像我即款的年龄，20年后是看袂到咯，无伫这世间。比我较少20岁啊，因会看到。我虽然是看袂到，我会当想象到。现在这社会，咱对新闻媒体内面，伊个信息，每礼拜。爸囝冲突，兄弟冲突呢，总有一两摆啊。20年后，大概啊，每工爸囝兄弟冲突呢，可能每工拢有10、20件。这是讲最轻的啊，那外面就唔免讲咯。这个世界偌可怕，人生活在这世间无安全感吗？每一个人活在这世间，一天到暗提心吊胆。因为偌痛苦呀，迄闹亲像是人过日子咧，人比精神也搁较艰苦啊。咱若想到即个所在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咱要帮助这个国家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下一代，资料，热烈提倡传统文化以外，无第二条路通行。咱若无私心，
遮侪年来，伫整个世界上，咱个表态拢真清楚。多一个国家民族有好个物件提出来，比中国传统物件也搁较好，咱个拥护啊，咱个热烈个支持啊！太久了。无得找啊！啊，中国嘅物件，外国人会服袂服啊？啊，咱即几年四月介绍，听嘅人拢欢喜啊！啊，咱伫澳洲，前中学院推动嘅，即、这个地主规嘅学习。当地澳洲人看到了后赞叹啊，接触到了后，因拢会讲啊，做人应该就爱即款的啊。可见呢，中国人的物件是清醒啊，而且是有优势之人，有人性。接触到了后啊，自然就会生欢喜心啊。咱的团体是一种教学的场所，咱也是宗教，但是咱重视宗教教育，咱甲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释迦牟尼佛一生30岁成道，就开始教学，即个教系伊老大人原则，教学49年啊，除了教学以外，伊无做其他的事业，专门教学，专心教学，所以啊，用现代人的这个。眼光来看呢，伊是甚么款人呢？伊啊是一个职业的老师啊。而且是无接受报酬的。所以我讲伊啊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老师。伊啊，无咧收。好少的啊！伊生活真简单，二中一室出去通波，就卡一宿。伊生拢是即款的啊，甲咱后世的佛弟子啊，就是上界好的榜样，无人无争，无世无求。伊敢若放下，伊真正放下。伊甲咱讲，一切众生，还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平等的啊。为什么咱现在有遮大的差距呢？一句话啊，讲破，但伊梦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讲出来了。咱今仔有梦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未当证着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只要把这个梦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你啊就是如如佛啦。你的智慧德相啊，甲一切诸佛拢共款啊，真的毋是假啊。
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大教育家。是世间真正的好人啊！起心动念，想为一切苦难众生设想啊，从来都无替家己想过。教导咱，虽然小故业啊。无敬做信用啊！原来一生当中所学是甚么呢？我学几十年了，总结和菩萨的教诲，我甲伊啊总结十项代志。佛陀教咱呀，真诚、真正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五项是尊心，咱来尊这款的心。这个心就是啊，佛经上讲的大菩提心，是咱家己的真心啊。真诚就毋是希望，清净啊，无染污啊。自私自利是染污。名闻利养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无这物件。啊，诸行清净心内面无染污啊，平等心无傲慢啊。大乘教讲的生活平等，你看伊用的理啊，先讲众生，然后讲佛，众生甲佛平等，无倒一人比倒一人悬，无倒一人不如倒一人，无啊，大行平等啊。现在现象实实在在是不平等，不平等安怎造成呢？佛讲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啊造成的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平等境界就出现了。啊，咱伫经典内面看到啊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。化众世界是平等的，有时咱就明白了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土，拢总是平等的。也何况这诸佛如来是咱自性所现。是咱阿赖耶所变，心现色变呢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正明白了。即种还愿观内面所讲的，
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，包括诸佛如来，共一家人啊，一家人真亲切啊。我甲你讲的搁较亲切，就是家己，家己是一体啊，共即个诸生清净啊，圆明体啊。伊一个人也搁较亲切，啥人会做到这境界呢？诸佛如来做到了，观世音大士做到了，所以是我家的众生无迄个未培福呀，无。迄啰未经用啊，无迄啰无学习啊，无学习咧，伊也无共我，你理不觉，毋肯认真学习，若是讲理不明咧，无迄啰无认真来学习啊。为什么呢？伊会把这件代志看作伊人生第一大事、第一个目标。哇，这个一生要把家己提升到倒位去呢？到诸佛如来十八土，我无稀罕人间，我也无稀罕天上，我无稀罕四生法界。遮个物件拢总写甲清清气气，为虾米？心静啊，这佛陀经，这道理你爱捌啦。你若无甲伊啊，放甲清清气气，十宝庄严土，哎，就无分咯。你该袂相应啊。啊，咱伫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即几十年来底，也拄着过啊大风大浪、大灾难呐。所累积个啊，咱也无甚物在乎。法务典籍、修学的参考资料，安怎样？啊，拢总下掉咯，一摆风波就下掉一摆，下掉几落摆啊！以前真懊恼啊，现在明白咯。想起来，从下课的时阵，将个大师教我，你的一生拢是佛菩萨安排啊。这些灾难也是佛菩萨安排，安排什么？你不是放不下的，放不下你嘛带不去啊。为啥不可？哦，就明白了。对于这个以后，那也是不是要过去收集这些法物啊资料呢？哎呀，不是为家己母爱帮助初学啊，帮助别人啊，
家己到现在无惊死咯，也无求长寿咯。对即件代志，安怎看法呢？顺其自然啊，随在一起啊。这都好咯。众生需要我，我伫这个世间加帮助伊几工啊。伊若感觉讲无需要，随时拢会当走，欢欢喜喜走啊，毫无留恋的走。走去倒位，都有缘，都一个所在就是缘啊！你讲啊，偌自在啊！毋通啊执着，毋通啊分别。咱得着华严的教诲。真正得受用，一定啊来明理。伫思想呢，才会事事无碍啊。伫乱世，啊讲。咱的心无清净，无方向，无目标，那是真可怜呐、啊！咱家己必须爱知影，咱这一生到人间来，毋是第一次啊！过去啊，来过，真正侪摆咯。如果这一生当中，无一定的目标方向，以后啊，也毋知影讲会来偌侪摆。我讲这为什么意思？有人听有咯，有人听无啊。啊，偌济众生，该怨呐，怨亲济主啊，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。我讲的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大问题啊，这是大麻烦呐、啊。这个问题要怎处理呢？这也得爱大智慧，这不是一般会当处理的、啊。这个眼内面有名字，欠的这个名字未少啊。一日三顿，你较早无学佛，食肉，食偌济年咯？我食26年啊。26个学分，才恍然大悟，才知影这个代志严重，毋敢搁再食众生肉，食长寿啊！
知影忏悔咯，知影放生啊，知影甲功德回向互因啊。这一生，过去生，再过去生，伊就知影讲，迄个冤亲债主，若是讲排队排到后面，毋知有偌长个啊，几十里啊，拢是看袂着边啊，这真个毋是假啊。啊，袂安怎？咱若爱成就，爱帮助因成就，这才袂讲障碍咱。若讲咱若想要成就，无爱去插因，因呐，因会毋甘心嘛，毋情愿呐，肯定啊会找你麻烦。你敢挡会牢呢？做佛如来有智慧，做佛如来教导咱，有道。啊，就三毒，是业感出现的。啊，咱最彻底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消除业障。认真去做。专修，心性清净平等觉，无始劫来的冤亲债主看到，拢佩服你，心欢喜心赞叹你，伊会碰着福气，会碰福气啊！啊，无人甲我有啥物关系，伊成佛咯，伊成就咯。即件代志，当年我伫新加坡亲眼看到诶，新加坡技术林诶老拿长陈光标技师，伫新加坡是大富中者。伊是阮行诶董事长，啊，伊诶缘分啊真好，每年半边会当上班，伫厝内养病。伊邀请我。我去引导去甲看个，永平无代志啊！伊知影我伫技术林讲经，甲李博元技师讲，甲我讲经诶录像带，迄个时阵啊，像毋是光碟录像带。我比这份送好伊，伊啊每工听经听8小时啊，另外的念佛8小时，伊困在迄张蚊床，
佛像就伫伊诶对面啊，目睭擘开看着佛像，两年啊，无成就咯，无明讲，伊甲你无缘，讲伊想要往生。听两年经，念两年佛，希望技师要求伊啊，你袂当走啊！技师恁诶人事无稳定啊，啊你一个走一个乱啊！希望伊搁再带领大家几年，哦，大家修学拢会当稳定落来。伊听了想看卖。这也是真的，毋是假啊！伊阁带了两年、四年啊，要求我去因兜去甲伊做三跪，伊正是皈依啊，非常的好啊。啊，像我甲伊做皈依的第二天，伊就往生了。伊啊，往生有伫死寂啊，3个月以前，伊伫一张纸顶面，那亲像是8月几号啊，写10几个，厝内人也毋敢问伊啊。毋知伊什么意思？伊走迄天，就是伊3个月前所写，所以正影讲，伊3个月前，伊就知影讲，伊倒一天要走，有伫死寂啊，真旺盛啊，啊，真旺盛，是对即个灵媒透露诶信息。迄个时阵，阮拄好伫迄块咧办培训班，这是大护法第一个护法，所以阮即个培训班的同学分配4个人，一批轮流助念，每日啊无间断。就有一批学生助念转来，转来到基树林，不然基树林有一个女技师，伊附身咯。附身的人，伊就甲大家讲，就伊的身体讲话，伊若是。这个后拿掉的完清祭祖，几落百人啊！因讲出来了，今仔日新目看到拿掉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因也真欢喜，真赞叹，毋敢障碍。现在，甲居士林护法神参详，因同意，得着几位法师来到居士林来，来创什么呢？要求两项代志，第一个要求皈依三宝，第二个也要求听经，这啊，咱拢会推做咯，咱知影讲哪张真往生咯。完成这组几落百个人啊，来到基树林来咯。然后啊，就听经，就伫讲堂啊，甲伊啊供养即个大拜位。伊讲袂用咧，讲堂诶光啊，伤过光啊，伊即个鬼神啊是挡袂牢啦。下面怎呢？要求伫餐厅。
在长啊，用这个电视机指定播送地藏经，每日无间断，啊，亲像是两个月，哎，拢走了，离开了，是真诶，毋是假啊？这是咱亲身所看到呀。啊，皈依神要求皈依的迄天啊，啊，像我伫香港讲经，我转法师拍电话给我，甲我讲这代志，我就甲伊讲，你代替我，甲因来做三皈，答应啊因的要求，啊，伫斋堂用电视机播送。地藏经，讲经的录像带，所以你家己真正修行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你会完成这主未来找你麻烦。而且你有护法神，如果心地无清净，也是自私自利，也变名闻利养，变假，完成这主看你毋起啊！伊现在未来找你的麻烦，为甚物呢？你寿命还没到，等你寿命都要到的时阵啊，拢嘛来咯。地藏经上有啊，咱啊家己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看真侪人，你命中的时阵讲，会看到这个人、迄个人，伊所讲的人，拢嘛是已经过身的亲戚、亲戚朋友啊。来呀、啊，接引你，迄是真的，毋是啊。地藏经上讲啊，真清楚，冤亲债主变做伊的家亲眷属来。因有伊啊，该娶走了后，就现本来面目，该算数。临终关怀最重要，就是伫这时阵提醒伊，帮助伊，看到任何境界。卖去插伊，卖去插伊啊！老实念佛啊，这现象就会无去了。你免惊伊，卖去插伊，一个心就是啊，求生啊，极乐世界，就是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就对了。毋通有杂念吗？知影，家己这一生做毋到真多代志，得罪真多众生，真正发菩提心，求生净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学成了后，到家诸行来呀、啊，帮助因啦、啊。这都是大乘教内面常讲的，佛不度无缘的众生，这些跟你呀、拢有缘呐、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都一律平等的看待。家己修行了后，一个都未漏。伊毋管伫倒一道，伊有苦难，需要人帮忙，即、这个信息你就会收到啊，你就会献身，就会帮助伊。到迄个时阵，才真正知影，伊甲我是一体啊。
迄个时阵感应，无论伊有心抑是无心，无心就拢有感应。为什么？捌有即个眼底啊？你去帮助伊，就甲诸佛如来应化的六道的内面，拢是共款的。真正会帮助伊啊！所以，这完成这组毋免惊，甲你有亲密关系，毋免欢喜，欢喜是烦恼，错咯。互你杀害，互你冤屈的，也毋免惊。哎，承认家己的过失，是忏悔。因为佫怪你啊！我现在修学，但我有成就了后，一定会帮助你啊！当时啊，劝伊因啊，皈依三宝，也一般皈依神。上喜欢的就是地藏经，所以咱伫暗时会当播送地藏经的功德啊，真好啊！邀请因来听经啊，恭恭敬敬的也有请。到第二天早起，恭恭敬敬的送因走，这是礼貌啊。暗时咱咧困啊，厝内有小佛堂拍开欢迎啊，互因阿伫内面来学习啊，做些道场好事，伊会感激你，免惊，啊，伊袂害你，袂害你啊，你对伊好啊，更何况厝内佛师有佛菩萨。厝内有护法神，会记得伫大经顶面佛常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咱的心是善念，就会化解。万对呀、啊！人一生最殊胜的，未搁再有当比的啊！就是你有一个正确的目标，叫做世界正确的方向，西方净土，念珠在珠，这是咱一生当中唯一一项大事。其他拢是小款代志啊，随缘啊，什么拢好，随缘来对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真正随缘咯。有分别有执着，我要安怎想法，要安怎做法，那就错咯。普贤菩萨教咱呢。应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两句也太重要了。欢欢喜喜的随缘啊，唔通坚持家己一定要安怎做？因为伫大乘经教内面，现在咱明白了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啦。啊，咱知影三种的周边，啊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这一个起心动念，周边法界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
做成无真啦、啊，迄就是外面的境界，随着咱念头起变化。所以话，比如就亲像万花筒共款，出现无尽，最重要的呀、啊，涵养朋友啊，咱心量爱拓开，真正爱亲像火共款的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，你一个安尼拓开。天地先生拢会赞叹，啊，天神鬼神看唔起的，都是心量真细，自私自利的，心量大，无迄个袂赞叹，无迄个袂佩服呀。这个善神用好你啊，恶神袂害你啊。你甲伊虽然毋是一类，伊知影你是好人啊，袂甲你伤害啊，袂找你麻烦啊。啊，你表面上有善，实际上你心地不善，鬼神看毋起你啊，这个啊，常常会去惹麻烦。所以，咱诶心平。爱上瘾啊！哎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持戒、修定、修清净心。而经教，经教上盖好一门深入。等时分修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自自然然得到三昧，自自然然都有五处，这就好了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